愿病者有其药。他发明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诗篇107篇20节。赐人生命的主，每当身体状态出现问题，身体机能受到破坏，我们会看医生，会吃药物，只要身体得医治。你们看来虽然成长的小点滴，但却蕴含着极丰富的恩典。主啊，一小粒的药丸就能够将身体状况改善过来，当中的智慧和聪明真是难以估计。但我们深信这些都是主所赐，为要叫人得着好处，使那已经受到亏损的身体可以复原过来。求主继续厚赐恩典，叫凡有病的都可以得着医治。怜悯世人的主，我们身在这个末世的年代，面对不同的疾病，有病要吃药是必须的。因此求主掌管所有药商和企业家，既是生产药物的，就要尽量发挥药品的功能，不但针对病症，更要惠及更多人，无论是富足的或是贫穷的，都要得着药品的供应。心愿病者有其药，能不断在世界各地惠及更多病人，使到病者得医治，传染病可以及早堵截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